去走了啊，最快就这里。好的。嗯，好的。因为它七点就关门了，我觉得。哎，从哪里走啊？要最快哦！你从下面走怎么快哦？从哪里走比较快啊？你怎么走啊？你是司机不是我。从这里中环一定要从这里转出去。不是中环哦，它在湾仔啊。湾仔好。Hopewell Center 啊。是啊。我七点之前，我十分钟能不能到啊？七点啊，大概还。十分钟 ，Hopewell Center 就在湾仔很近哦。没有啊，现在堵车啊，哪里都塞车的。没有啊，这里要转过去的。这不是转过去修下去就是了吗？不是啊，要转过去的，这个道路的鞋子是这样的。要走左边对吗？左边也可以。走左边那边最快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啊。那你要给我转到哪里啊？不知道啊，我跟地图走的。你怎么可能跟地图走？你香港这么熟悉的司机，怎么可能跟地图走呢？我是九龙司机来的，我不熟悉香港。简直了！不可以啊，我安全吗？我东边走过去啊，你在。不可以啊，我安全吗？我镜头拍着你的，你想不想人多一点人认识你啊？我希望你专心开车吧啊！对啊，我觉得你在骚扰我。现在呢，我不能完成啊，我要在这里停。因为我觉得你在这里骚扰我。我怎么骚扰你了？你不停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在骚扰我啊！你在骚扰，你在。请你刹车，完成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？你没有完成，你太过分了。完成了，你在不停的骚扰我。你在完成什么了？我开车的时候，你不停在骚扰我。请你刹车，谢谢。你才是太威宝啊，我把你的片段发到网上去了。你可以随便发，我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。你要我冲三百线啊，刹车吧，八婆。随便啊，你以为我不懂拍你啊？我放你的食人烟到网上去啊，在长江工作吧，是吧？来，快点走啊，七点来不及啊。